哇，今天好大太阳。今天下午发的视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有几百浏览量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所以我想再重新剪一个视频，然后再发一下，看它的流量会不会好一点。辛辛苦苦拍的视频没有浏览量，真的很不心态的。两个看我的视频，看我们认识，然后夫人给我送一袋肉过来，挺好的，不冷也不热，可以在外面吃饭。